您同我周正恩，我以后出老百姓搬来的事，跟您管了。当然嘛，真正跟我无关系啊。我只是哦，目击证人尔，伊会包落去，跟我真正拢无关系啦。配笑！我拄仔在给恁机会哦，恁他妈敢话三话四，话恁话好就是唔提供到实话，敢骗甲你东西？看起来，这个代志交专业的人来处理。开哦，甲因两个抓去搞梁队长。铁飞。我不是条规要安尼做的啦，我会安尼做嘛是有苦衷的啊。对啊，爸，妈，我是听着恁讲，你欠二十亿的资金，若是无遐个资金，你就会予人踏出造钱计划。安尼，你之前投资的嘛会拢无用去啊！我甲思维才想讲，投资虚拟货币会当替你补一寡钱嘛。啊，不过阮的本事少啊嘛，赚无偌济，唔则继续着周正恩啊。对啊，铁皮，阮就是听讲周正恩因兜足有钱的，而且伊平常时嘛排名排包。阮才会想讲，要去甲伊博感情，要说服伊，家己等出来投资。啊，不过阮根本就无摕到钱，做怎样就注意我啊？阮可是有对人心机，啊不过最后嘛无骗成功嘛。廖总诶，王文金，你来遮从啥？抓到了吼，秘书长，就是王金，你亲门打电话来我家，拢无甲艾莎子姐，我走来这里抓人，你啥意思啊？廖总诶，我来是要甲你讲话条件诶，而且你无出去结算。你什么意思？明仔东俊要召开记者会，来证明你的清白。我爱你，把飞机带去现场。凭啥？凭我手头的影片。阮的人有拍到你后生甲恁细汉抓飞机的过程，这就表示手下周正恩就是恁家己人的主导主演。这出戏的编剧、导演，还有演员拢伫遮，敢是？那你嘛真奇怪，周正恩的案件甲谢荣俊开记者会有啥物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这就表示廖蒙之无参像伊讲的遐尼单纯，遐尼不过。实际上，伊是一个会设计、不堪予人挑的人。我若是当证明一点，董俊予人抹黑，讲伊性骚扰，上可能就会变盘。到时公论就开始怀疑廖蒙之到底有啥企图，回过一面倒，你当心伊啊！我无甲校长抹黑，这根本就是两回事。就我好没有啊！你那是真真正正清清白白，两边惊别人自由行政哦。郭帅哥，这摆人你已经抓到啊！恁早班爱甲伊交互健康，是讲恁是要给人藏？啊！恁那甲虾米番嘛藏起来，连你嘛有罪。到时全台湾人，我是讲恁是。浪费时间，你麻烦你搁较济啊！
所以呢，卡叔讲明仔载我都无带因过去咧。要当然啊，以后不笨不姓张，你若无讲，唔吃啦。你若是继续安尼听信去，连我要互你带囡仔去自首的机会都唔无要定下。那呢，我都把政府告出去，我舒缓去处理啊。你两个这边直接惹到大麻烦了啦！可可。你来甲阮救啊！若是飞机真正明仔载去谢东区的记者会，就等于是杀我甲孟子杀出去，互谢东区断头同款。安尼，阮两个以后伫好是要怎见人啊？啊，你的名声是要放伫底啊？而且谢东区伊企图性骚都是真实的呢。你若是甲飞机交出去，安尼大家就会开始检讨我这个受害者，安尼敢有道理？我已经身心受到很大的创伤，若是我要给那些酸民指指点点，我真的会气笑。现在会怕当初想要做牌失格坑害拐骗，你甚至可能会做出伤害的事，我说我都来当作长生音了。我真的不敢了，我真正袂阁好白来啊！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给我甲孟子阁一次机会，好无？妈，妈，我是你最爱的查某囝呢！你敢真正会帮助别人，甲我毁掉？你敢真正你是安尼做？你若是真正安尼做，我毋但是一个无妈妈的囡仔，我把你一世，我把你无放过。文化园在性骚扰警察环境，许世伟对监视器当考血为边。丽华，许世伟无代无志，走去校长室内底瞧监视器的角度，而且这角度阁是性骚扰事件的死角，真明显。廖孟之甲伊绝对是事先就串通好势的，所以这影片哦，一定会当证明的清白。你当放心吗？不过毕竟这不是什么直接的证据啦，可能也是无法度完全证明我的清白。虽然不是直接证据，啊，不过伊会当证明讲廖孟之甲许世伟有预谋犯案的可能啊。那无正常都是廖孟之家己在讲，你咪足委屈的。小姐，做什么？我来听听哦，那个廖孟之的品行实在是够歹歹啦！啊，之前哦，害你差点嘛都叫我做阴事，所以我相信，这边这件代志，嘛绝对是伊串通遐个歹囡仔联合起来，啊，挑工要乌一个窟窿来陷害你。多谢恁大家这么费心为着我来找证据。刘成功最后我写书，今日恁为我所做的代志，我绝对记得着。不能让你去接。你当先卖想着赢，严哥一定爱想着，袂当输。吴天志公，哎，是啊。吴天志啊，阿对啊，我给恁两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阮丈人白玉仔的特助王文金啦，伊丈人真照顾罗家的囡仔。即边我出代志，伊嘛是头一个跳出来听话。恁叫伊职工对啊？职工。职工，哎，这个，阿你哪里来？为着要替你找证据啊！我家志豪到上岗调查啦，我才知影你妈妈伫遮开店。哎，歹势哦。哎，安尼讲，安尼讲，是我王先生啊！啊，你今日上岗来是有啥物重要消息？要跟东俊讲，是，我开始有好消息，要跟东俊讲。
你的意思是你要替阮董事长开记者会啊？是啊，只有开记者会，把手头证据要开，才会当让大家知影，董事长才是这事件的受害者。对啦，那恁明仔日记者会，然后一定找到监视器的证据，啊，佮有迄个假的枪火、飞机，啊，这一切都会当证明讲廖蒙子啊，佮有许志伟，因两个一定有鬼。多谢恁大家啦，替我找到这样有利的证据，那恁明仔日记者会，我都有信心一定会当赢。同志，这就是马爹在甲你讲的迄句。命运由我不由天，人咧做天咧看啦，所以不管安怎哦，你一定要对你家己有信心，知影无？遐个人哦，若唔照天理，天嘛袂了下因啦，啊？嗯，我知，这个哦，我一定要替我家己讨一个公道倒转来。人讲哦，好卡多。也袂吃家己的囡仔，我所决定要代伊袂亲，袂敢送去面对法律。我刚才想到因规个我身边，目屎来目屎滴咧甲我求，迄个为民我的心又甲我拖咧挂，痛啊强要死。我了解，我知。不过你爱想，这款痛，你若是忍过去，这是一时的啊。伊若是会当得到教示，那这款痛你爱忍呐，吼。弄死我！因爱面对外来支持，我敢会当点点起边仔看，我都替因承受这么痛苦。刚才想将我心肝都结几球，做不到，夫妻过，我才是上该死的爸爸。好啦，我知啦，我拢了解，我了解。啊，你即马拍嘛拍过啊，你都卖阁自责啊啦。是我同意啊，失去这两个囡仔的心。孟子杰出事，我跟伊妈妈就离开啊。伊祖先都我妈的爱，所以不管伊想要爱啥，我拢绝对想办法挽救伊。天下父母心吗？咱拢是想要让囡仔是世上好的啊。阿哥思维。我学会脸盆，祖先可能把回家一点么苦，大概我听到大声发誓要改变，我都感觉真骄傲，真满足，真个伊那祖先都足乖的，真个真大心，真个时不时都要人安慰，哎，那大作弊啊你！好完啦，孟子哦，伊是一个真巧的查囡仔，伊只是一时的迷失啦。我相信哦，经过这边的教训，伊一定会回头的，会变转去你一个真乖巧、真大心的查某囝，你莫阁艰苦啦。只要会当阮两个人回头，莫讲多三多下水。就是我甲家己拄敢来放手，敢来离开，我嘛甘愿。我知，只要你唔肯放弃，只要你有这个心，我相信代志哦，一定会往好的方向去发展的。哦，还阁艰苦啊！